好，今天分享一个杏鲍菇的新吃法。首先将杏鲍菇切成片，滚水上蒸锅，大火蒸15分钟。大蒜拍碎后切成末，切点葱花，起锅烧油，油热后放入葱花、姜末爆香，放点蚝油翻炒一下，再用适量的清水和生抽，把肉末放进去，再入一点点老抽，放一点水淀粉勾芡一下，大火熬制汤汁浓稠，关火再用。杏鲍菇蒸好了，将它取出来，稍微晾凉后撕成长条，再入熬好的肉酱，用筷子翻拌均匀即可食用。一道美味的肉酱杏鲍菇就做好了，最后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椒，吃起来美味可口，超级下饭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